正在运通。好，全国同学啊，台子棋的操作哈，台子棋的操作哈，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 AI 程式交易嘛？台子棋操作一定要用 AI 程式交易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已经大数据时代了嘛，啊，所以 AI 程式来计算筹码多空啊，最重要的 AI 程式交易最大的好处，有一个明确的多空讯号啊。明确的多空讯号，时间价位啊，时间价位讯号多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多空绝对不要你猜，不要赌，甚至不带个人的情绪啊，用机械式的操作啊，所以今天已经是大数据 AI 程式的时代嘛啊，所以指数操作尤其千点的波动就是倍数的获利啊。但是你一旦看错行情啊，现在动辄一两千点的行情，所以你一看错行情，做错行情，赔一千点两千点，你输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 AI 程式交易啊，明确的多空讯号，时间价位啊，多空绝对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不带情绪，你只要机械式的 SOP 操作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今天大数据 AI 时代来临了嘛，法人早已全部使用 AI 程式交易啊，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还在学复杂的技术分析吗？每天支撑压力关键搞得你头昏脑胀，对不对？脸上三条线太落伍了啊！很简单，你要成为赢家，你要的就是一个明确的多空讯号嘛，对不对？到底是多还是空啊？什么价位多还是空，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不要你含含糊糊哦，还要自己研判哦，支撑哦，压力有没有守稳啊？有没有突破？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自己搞了半天，脸上三条线呢啊、哦！所以掌握 AI 程式第一手的多空讯息，才是获利王道嘛！哦，好，不啰嗦，全国同学亲眼见证，这一次从6月25号当天哦，当天是重挫800点哦。那 AI 程式怎么样从6月25号啊22400点带着你一路做多，到了7月11号啊，来到了24400点嘛，是不是整整带你第一波先掌握到2000点上涨的行情？最重要的关键到了7月11号来了，7月11号 AI 程式怎么样公开呼吁啊？台指 AI 是对吧？24380，把握全力向下放空操作啊，向下放空操作啊，到了上礼拜五，是不是杀到21900多点啊？再送你2400点嘛。所以全国同学不啰嗦，从6月25号 AI 程式怎么样带着你22400点附近全力翻多，到了7月11号24400。先送你2000点，7月11号带着全国同学全力向下放空操作，到了上礼拜杀到21889，哎，再送你2400点嘛。那不啰嗦，上礼拜公开讲重挫2400，杀到21962附近，把握逢低买多强反弹，哎，你看看今天一开盘送你500点呢、欸，今天一开盘来到22500点呢、欸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就这么简单了 啊，所以 AI 程式就是这么清楚嘛，是不是、啊？那 AI 光是这多空两趟就好了，今天这500点不要算了，光是6月25号的多，7月11号的空，多空两趟你算一下多少点？4000多点呢、欸，同学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那你有没有赚到这4000点的行情？没有赚到，赶快带枪投靠，啊，好好检讨，好好反省啊！好，我们不啰嗦，我们就看一下7月23号上礼拜二啊、哦，指数强弹600多点呢、哦。来，我问你啊，当天指数强弹600多点，
你要是做多，那你倒霉了，你倒霉了。为什么？第二天一开盘崩了900点嘛，来亲眼看一下，7月23号当天强弹600点哦，那 AI 城市翻多也帮你掌握到这反弹的600点哦，是不是啊？那最重要的7月23号，来导播拉近点，大家自己用眼睛看，这就是张老师告诉你 AI 城市的优点 ，AI 城市的好处。7月23号当天强弹600多点 ，AI 城市7月23号全国同学12:35，22851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空嘛，中国字写的清清楚楚，空就是空，啊，我们没有什么支撑压力关键，还有你研究不要，空就是空，啊，所以7月23号你也不要说张老师你好厉害，这跟我什么关系呢？我们 AI 城市就这么清楚，就这么明白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所以7月23号当天强弹600多点，对不对？大涨之后 AI 城市时间价位空讯都给你看了嘛？7月23，12:35，22851空，很难吗？这么简单，这么清楚，送分题啊！哦，所以7月23大涨600多点，所以不是张老师要空啊，你要搞清楚，我们不是人在空，我们由大数据 AI 程式计算嘛。所以7月23大涨600多点，22851空，所以我们当天12:35发给全国同学 AI 程式怎么样？22851向下转空避险放空操作，哎，到了12点，到了1点多，指数还谈到22871哦，通通穿价嘛。所以说你跟紧 AI 程式，跟紧 AI 程式啊，无天涯无波比啊，啊，多空不是你用猜的，不是你用感觉，用看的，对不对？你用看的，对不对？23号大涨600多点。你敢放空吗？啊，每个都想做多，那你倒霉啊！所以跟着 AI 城市，6月23号、7月23号大涨600多点 ，AI 城市白纸黑字22851空，12:35，所以带着你赶快进场放空，到了尾盘还在22870附近嘛，结果空完以后，台风假放2天，7月26号一开盘，来，你告诉我。阿内火力探我贼，啊，22851带你空啊 ，AI 城市22851带你空啊，7月26号，台风假连放2天之后一开盘，杀到21918，多少点？900点嘛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轻松，真的，获利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轻松，但是你就是要一个简单明确的。一个操作的讯号，对 AI 城市的优点就在这里，啊，不跟你打，对不对？不跟你玩文字游戏，啊，注意啊，啊，支撑压力关键，啊，讲了半天，到底多空不知道，啊，就是这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成功，我们的关键就是要一个掌握 AI 城市一个第一手的明确多空讯号嘛，啊，所以7月23号当天强弹600多点。22851 AI 城市空，带着全国同学把握进场放空，结果7月26号一开盘900点了，哎，台指期900点赚到翻了，哎，1000点就是一倍嘛，一天就搞了快一倍了，是不是？保证金20几万，一口900点就是18万呢，一口就18万呢，哈哈，好啊。我们 AI 城市对不对？收你多少费用啊？你一口，你一天就对不对？这大家自己很清楚嘛，啊，就这么简单，一口18万，3口50万，5口就快100万，啊，通通不要猜，不要赌，最大的优点就在这里，明确的讯号，好不好？好，那7月23号重挫大跌，7月26号一开盘900点送给你，来，那7月26号怎么操作的？来，自己看一下，7月26号一开盘崩盘900点哦，你敢做多吗？你敢做多吗？来，全国同学亲眼看一下，7月26号一开盘9点多，9:39 AI 城市22851的空单，阿内火力探瓦贼900点了嘛，白纸黑字我们发给同学的就是这样子，那开盘9:39大赚900点，趁大跌21950，22000附近，
逢低怎么样买多操作？为什么 AI 程式第一档翻多，跟你讲会反弹，所以逢低大跌大空单大赚900点之后，逢低翻多操作，到了9:55，台指还在21962嘛，所以我们21950、22000附近，两个地方附近进场布局多单，对不对？那最起码22000附近，你绝对买到吗？还跌破呢，对吧？最低还21962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950附近都要来了嘛。那翻多之后，今天有没有反弹呢？今天有没有反弹？全国同学，你有没有很感动啊？今天一开盘，你告诉我，啊，21969950附近的多单，今天一开盘22519，500点呢、啊，500点呢、啊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一开盘干什么啊？来看一下啊，今天一开盘你不懂得获利，我问你，到了尾盘，从大涨了快500点，尾盘剩下40点，哈、啊、哈，来，全国同学，今天8:48有没有这通讯号？有没有这通讯息？没有，打电话进来，我赔你500点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这样光明磊落，我们不啰嗦，啊，今天一早8:48 ，AI 程式。短多部位趁大涨，趁大涨500点，怎么样？逢高逢高把握获利，对不对？把握获利啊，是不是500点？扎扎实实的500点啊，所以很简单，从23号放空900点，26号翻多500点。我问你，900加500，光两天，500加900，光这两天，有没有1000点？有没有1000点？赚1000点很难吗？你就这样实实在在。好不好？不投机取巧，啊、哦，不哗众取宠，啊、哦，不跟你玩文字游戏，对吧？多就是多，空就是空。所以你跟紧 AI 程式以后，你就发现就是这样，实实在在，多就是多，空就是空，啊、哦，不啰嗦，好不好？所以台子期 AI 程式就是这样，大数据 AI 程式，对不对？那6月25号多2000点，7月11号一路空2000多点，对吧？来看一下6月25号，当时6月25号大跌。大跌800点哦，大跌800点哦，怎么样？22432带你翻多，来看一下6月25号一开盘9点多，一样啊，空单大赚800点呢，大跌22440附近逢低买多，对不对？跟上礼拜五一样，大跌900点逢低买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买多呢？来导播，6月25号9:28，22432翻多，是不是很清楚？还没完呢，7月2号22785再翻多，在哪里？7月2号。227859:29再翻多，通通不要猜不要赌。7月8号23572再翻多，来，7月8号9:1523572还是多，是不是？那你告诉我，从2243278523572一路多，11号来到了24405，是不是2000点？是不是2000点？是不是送你2000点嘛？好，关键来了。7月11当天指数再创新高，来到24400附近喽。来，7月11号怎么操作的？来，你自己看，从22400来到24400，一路告诉你加码多多多多多，送你2000点。7月11号来，全国同学，自己眼睛见证嘛，这不是张老师跟你对吧？胡说八道嘛，啊，多空不是我在那边胡说八道嘛。7月11号，大数据 AI 程式24339，你告诉我空啊？有疑问吗？所以7月11号 AI 程式24339，11点钟空。所以我们当天不啰嗦，7月11号24380附近你赶快空，对吧？从10点半到了12:20，12点钟以后还在24400，所以 AI 程式24339、24380。7月16号24170附近赶快再空，为什么？7月16号24165 AI 程式再加码空，再加码空，是不是？7月17号告诉你空单部位转到8月继续空，继续空，对不对？那上礼拜7月23号强弹600多点，7月23号22851还是空，还是空，再加码空，自己看一下，是不是？23号22851再加码空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同学，2400点嘛，连23号22851的空单都快1000点了嘛，对不对？都没有跟你夸张嘛。
24,000的已经2000多点了，2851的加码空单也快1000点了嘛，所以赚钱并不难，最重要你有没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是不是啊？那从6月25号多，7月11号一路空2400点，那7月26号上礼拜五重挫，开盘重挫900点，是不是跟你讲了趁大跌9502200附近买多嘛，买多套利抢反弹嘛，今天一开盘500点，通通没有啊，虚假，每一个讯号，每一个多空的操作都是有 AI 程式发出明确的讯号，那我们就跟紧脚步好不好，通通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那今天一开盘不啰嗦，不啰嗦，8:48大涨500点，逢高怎么样把握获利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一开盘逢高把握获利，是不是啊？尾盘呢你看到没有，搞到最后只剩40几点嘛，对不对？多可爱啊。好，所以 AI 程式对不对，上礼拜五翻多，开盘送你500点，哎，那我问你啊，6月20号多2000点，放空2400，翻多500点，哎，三趟快要5000点的行情都精准的帮你掌握到每一个关键的转折，这才是你要的操作好不好，不是每天死多头只会多，那你碰到空头怎么办呢？所以我说台面上很多死多头对不对，哦，涨的时候都很得意，一跌哇会员输光光，哦，所以你要多空双向嘛好不好，那指数怎么操作还是很重要的，赶紧把 AI 程式带回去，把 AI 程式交易带回去好不好，由大数据 AI 程式计算筹码，给你明确的多空讯号啊，每一个操作的讯对吧，这个转折都有 AI 程式发出明确的多空讯号啊，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对不对，不要你在那边研判哦，支撑压力，所以赶快检视你目前啊使用的操盘工具软体有没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如果没有赶快丢掉，我跟你讲啊，每天多空要自己猜对不对，那猜对了很高兴，猜错呢一塌糊涂好不好，赶快检视手中啊软体有没有像 AI 程式交易明确的多空讯号好不好，赶快跟上脚步把 AI 程式交易带回去。且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。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。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。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迟到了。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
大户筹码定多空啊，那筹码高档转空是要重挫大跌破底的，对不对？恭喜全国同学，7月11号台股攻到24416 AI 城市公开呼吁嘛，把握全面向下避险放空操作啊，全国同学啊，我问你啊，对不对？7月11号全市场谁公开呼吁向下避险放空操作啊？你的老师拼命做多来啊，还在那边 AI， 你看看 AI 变 AI 了，你看看技嘉崩了130多块，今天继续破底，广达大跌70块破底，是不是？台光电重挫100块破底啊，群光重挫100多块破底，旗宏重挫200多块破底啊，同学，双红重挫快300块了，今天照样破底嘛。创意更惨，今天还杀跌停哎，啊，崩了快要500块了，跌停继续破底啊，啊，所以筹码转空是要重挫大跌破底的啊，邱同学，是不是？那 AI 城市转空的个股，手中的持股啊，套牢破底 ，AI 城市转空的个股，好不好？套牢的破底的，赶快拨电话，赶快拨电话进来，好不好？那张老师啊，这个会用 AI 程式来帮你检视啊，你的持股筹码到底转空了没有？哦，转空了，那下场是很糟糕的啊，会持续向下的破底啊啊！所以今天全国同学，好不好？你们手中套牢的持股啊 ，AI 程式转空了没有？赶快拨电话进来啊！哇，我们的李专会全面的帮你啊，检视你手中的，用 AI 程式检视你手中的持股，程式是否筹码转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台子期操作一定要用 AI 程式交易啊，因为 AI 程式交易最大的优点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不要你带情绪，对吧？你只要 SOP 机械式的执行操作啊，那大数据时代来临了嘛。法人都在用 AI 程式啊，所以很多投资人现在还去搞什么技术分析啊，啊，支撑压力，对不对啊？脸上三条线呐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太落伍了啊！你要的就是一个明确的多空讯号，所以如何掌握 AI 程式第一手多空讯息，好不好？没有的，还没加入我们操作的，赶快啊，这个下载加入我们的赖族群，我们在赖族群里面第一时间都会跟你分享啊，都会跟你分享。AI 程式啊，一个多空的一个啊方向讯号，好不好？啊，加入我们的 LINE 啊，那恭喜大家，从6月25号 AI 程式22432，怎么样带着你一路做多加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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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先送你2000点啊！最精彩的7月11号24380公开呼吁，全力向下避险放空啊啊！这一杀2400点啊，多精彩！多空两趟就送你4000多点的行情了，是不是、啊？那7月23号，上礼拜二更精彩了。上礼拜二强弹600多点啊！你要跟你的老师做多，那倒霉了，因为接下来第二天一开盘杀900点啊！所以现在是长空的结构没有改变，长空短多反弹就是这样子啊！所以7月23号来 AI 城市，当天强弹600多点，你骗得了 AI 城市吗？不可能嘛！7月23号 AI 城市12:35，全国同学拿出来见证嘛！12:35，22851有没有空讯？没有空讯，打电话进来，我赔你900点，好吧？张老师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跟紧 AI 城市多空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学技术分析，在那边研判啊！我跟你讲，那个脸上三条线太慢了啊！所以7月23号 AI 城市翻绿转空，22851空，我们要成为赢家，要赚钱就跟紧 AI 城市。所以12:35告诉你22851赶快向下放空啊！到了1点多还来到22871嘞，对不对？通通空得到，轻轻松松。那台风价24-25放台风价，26号一开盘直杀21918，900点送给你，先送你900点。所以跟紧 AI 城市，五天啊，五波比啊啊，赚到你冒喜啊，好不好？先送你900点。所以我们26号一开盘怎么讲的？大跌900点，是不是告诉你空单大赚900点喽？趁大跌啊，2195020000附近逢低买多强反弹，哎，9:50多还在962哦，通通买得到啊、哦、啊，没问题吧？今天一开盘22519，你告诉我一开盘送你500点啊，开玩笑啊！
啊，上个礼拜空完900点，翻多500点，哎，光这两趟，你看我们今天一开盘8:48，对不对？多单趁大涨500点，把握获利嘛，啊？那我问你啊，对不对？26号翻多500点，23号放空900点，哎，多空两趟，光是23号的空，26号的多，多空两趟，有没有送你1000点？有没有？自己见证。你都不要说张老师你好准，不需要这个话都不要啊、哦！我们的家族就是 follow 跟紧 AI 程式交易，对不对 ？AI 程式啊、哦，转多我们就把握做多 ，AI 程式转空我们就把握逢高放空，跟紧 AI 程式啊、哦，不要猜不要赌，机械式操作好不好？那台子期的 AI 程式交易，希望琼同学啊、哦，把这样的一个专业工具把它带在身边，跟上脚步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。